吃冰淇淋。你今天中午也有吃冰淇淋耶。晚上又吃冰淇淋，因为你今天有做什么很好的表现吗？因为今天太阳出来。那你吃的，你的嘴巴都长胡子，白色的胡子。太好吃的吧！瓜地瓜。我们在这里下哦。那需要吗？我不要，不用了。哇、哦，那么大口哦！你挖一个冰淇淋。谢谢。没有。哇，你用汤匙吃冰淇淋。吃到都没讲话。专心吃了哈。